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，真的芝士饼好吃，反熟头反熟头。我是 Mira， 然后今天呢还有几位朋友，然后就一个到了，就是阿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对，然后就是还有艾琳，还有她的老公还没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Queen Kiwa Jeep， 就是吃酱油蟹的地方。没错，这个呢大雅房呢就是非常之出名，相信呢很多观光客一讲到酱油蟹呢就一定有听过这个大雅房的。但我覺得有少少羞愧，就是我吃過咁多次醬油蟹咧，我都係未食過呢個大雅房嘅，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要嚟挑戰一下咯。同埋咧，點解咁出名呢？就是、因為呢個大雅房咧係得到米芝蓮嘅一星級嘅，所以咧個個都話超級好食啦，爆好食啦，咁所以今日咧就要嚟睇下佢究竟幾好食啦。我衝過來，跑過來，我剛迷路，這邊很偏僻，有點嘛，我覺得。好，我们来，我们先点。哦，它的糕很肥美，50000块，一只大的。哎，它这边写大，其实它只有一个 size 啊，它并不是可以选的。哎，可以吃这个羊羊的。羊羊，你看羊羊就比较便宜。它的鳗鱼，哦，普森也有，红螺也有。哦，天哪！艾琳说她要来吃酱油蟹，然后她说她不吃。很久也吃过一次，然后我全部给别人。那你为什么要约我？因为你看起来吃的很好吃，所以我觉得跟着你吃应该会比较好吃。我觉得这边应该也是会好吃的啦，毕竟这么贵，对不对？就是东西都点一人份这样子就好，就都可以吃一吃。好，那这个就一个，然后一个，嗯 ，crab jim 一个，还有鱼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咩嚟嘅先？我都唔知咩嚟。我就是南瓜之类的感觉。南瓜，我以为是小米。哦，玉米，都错。果然一人分很对，这个是。好，来吃吧，直接来吃。耶！我要吃什么先？啊，天啊，太多东西了，不知道吃什么先。那有些人是喜欢先吃生的，然后之后切熟的，可是我是每超市都乱吃。这里是蟹肉吗？应该是蟹肉，对，它是一块大的蟹肉，白白的。厉害啊！很新鲜，然后蟹肉的味道很浓，清淡可是咸咸，偏咸，清淡偏咸。啊，不合格，他的糕已经掉了。好，来了，是了。糕颜色直接整块咬，哎，嗯，如何？嗯，蛮甜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的膏有点不够多，它可以更多，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爆炸。对，一只50000块，我们已经吃掉了我们这样子也是10000的，我们一口是10000，谢谢。它没有腥味，是蛮甜的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酱油不会太咸，喝一口酱油，真的它不太咸，它有微辣，一吸就可以全部吸出来，对，好爽，可以。嗯，生蟹，酱油生蟹，吃到就是差点把它吐出来，不同视角，你被四台相机包围了。这么痛苦，好多了哎，记得。所以我觉得是新鲜度的问题。我觉得一只有点不够。对，我真超爱，就是哦，我不能没有它。我平时咧其实唔太食呢啲羊肉嘅，但系今日都可以即管试下，因为我觉得咧羊肉嘅话咧就会冚咗佢嗰种鲜味。对，这个也是生。嗯，其实它的酱料是辣。嗯，好好吃，好吃，这块肉很饱满。嗯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酱油。其实有人需要扶着它，我扶着它吧。其实蟹膏也要把它拔出来。好嗨哦！好嗨哦！这个绝对好吃的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
超好吃，防熟头发，蟹膏饭。好，我们吃完了全部，然后刚刚又叮咚，我们要追加一支酱油蟹，太好吃了。再看到也在喊他们吃蟹，而且艾琳指定他还要来，因为我说，欸，我们可以下他，我们大概一半一半。哦，对，艾琳大概八九，他很想吃。第二波。哎，这个糕好像比较多哎，比较多哎，有没有？运气的食物。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，这个看起来真的是，对，它这次的膏有变多一点，哇，也很多膏，要把它挤成，你也有，看起来太好吃了吧，真的。这是比较好吃，这感觉更新鲜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如果这是无限吃的话，就更爽。想得美。好耶，我们吃饱饱了。Yeah! 我们后来的追加嘛，反正就是总共点了五人份，我们大概吃了20万，每个人50000块，一点小贵，可是我觉得也是蛮可以来吃，我觉得很值得，欸，这个，对，是完全颠覆了他对酱油蟹的那个感觉，这个，到一个新的世界，就要花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省钱，然后结果就是结果一花再多一点钱，就觉得说哇天哪，人间美味，感谢酱油蟹的专家，这是Mira 推荐的。好啦，咁啦，虽然我都觉得几好食咁，但系我自己心目中嘅排位咧，其实系第二间，因为之前食过，可能系嗰阵珍味食堂啦，跟住喺瑞依度嘅嗰个蟹花堂啦，我都觉得系几惊喜嘅。但系头先我哋咪点咗两次酱油蟹嘅，咁第二次嗰只咧系好食过第一只好多嘅。我觉得就算系同一间铺头咧，都好睇运气啦。可能咁啱我每次去珍味食堂同埋嗰个蟹花堂嘅时候咧，嗰个质素都真系。我哋的运气都真的很好，所以呢我每次吃那里的蟹呢都是很有惊喜的，但这间 都不错的，我自己推荐的话呢，用价钱上来比的话呢，我觉得 CP 值呢我之前吃的那些是比较高的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酱油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条片的话呢，不过你知道我啦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G 或者 Facebook 的话呢，就可以知道我在韩国的最新动态啦，大家来韩国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去试一下这个韩国的酱油蟹。好了，多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